家好，我是陆江，我是有人梯。我们两个是在很久以前打工的时候认识的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杰尼斯，可是我们两个主要犯的都不是阿拉西，三下之久。对，我们都是三下之久，可是后来都跳槽到阿拉西，也不跳槽啦，就是也喜欢这样。今天是我们两个要去阿拉西踩点的第一站，位于神乐坂的善国寺。带了这个50/20的包包，耶！他真的很荒唐。我还有袋子，还有袋子。你带了两只大只。然后给大家看善国寺这里啊，有在举行一个小小的灯展会吗？对，就是2月4号到3月3号，给大家看的灯展会的灯展有多小。对，这个灯展会就只有这样，超小的，就是。这里有个点灯的东西，但是这个地方还蛮有纪念价值啊，有来的人可以拍一下，走吧，走吧。我感觉很无奈耶。那善国寺这里呢，最著名的就是他们的会马，可以在上面写一些希望演唱会当选啊什么的。那因为我们两个抽演唱会，对，我们3月就要发表，超紧张的，所以就觉得要一定要趁3月发表之前，我们要来写这个会马。那我们走吧，走，走去看会马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刚才已经买完会马了，他除了拿这个会马给我们之外，他还有给我们一包这个彩色笔，哎，是什么颜色都有，哎，绿色是艾巴根，红色是秀格，黄色是尼诺，然后欧诺是蓝色嘛，他都有，哎，马这件是紫色嘛。不知道大家来日本的神社会不会花钱买会马？其实我自己本来是不太会啦，因为一个会马可能都要500日元或是1000日元，就会觉得有点贵。可是今天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，又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买了。我上次去别的神社写的那个笔太粗，而且只有一个颜色，我写成这样子，只有一个颜色很虚耶。对啊。给大家看我们两个完成的大作，噔噔！我们这里写了蓝，然后50/20的 and more， 因为我们是抽另外加长的，希望可以中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而已。